大家好，我大刘。我是小小刘，我感冒好了。小镇感冒好了啊，今天我都在家里，这条在村买菜，走了。买两个萝卜，萝卜多少钱？萝卜，一块五。俺三斤，给四块钱就不是不是？四块钱的行吗？一般就在这地方买点菜哈，得上那边市场去看哈。鱼子，我给你块大的。啊，有块大的，行。谢谢了。行。我来买点鱼子、鱼脯啥。这是。是不是家？发过去了哈，五块钱二斤，三块钱一斤。你看老板真会做生意。大家好，我大刘。小镇的感冒好了哈，我是非常高兴，并且小镇今天想吃虾啊，门份大虾哈。今天用萝卜给他熬个大虾吃，再做个鱼子鱼脯啊，怪长时间没吃了，今天就熬两个菜啊，开始干。看他正在自救嘛？你没有看他爪子？我操！哎，对对对，这啥虾？啥虾？鱼子鱼脯先抹上，来点料酒，再来点醋，葱姜蒜，花椒、麻椒、干辣椒，还有一个大料啊，下锅。红豆豆白酱，火候低料，下锅。把料给捞出来。豆腐一块下锅，来点生抽、酱油，多放点醋，一块糖，少来点白胡椒。有朋友可能问，虾为什么不蒸着吃，熬着吃哈？虾和萝卜哈，一结合哈，非常鲜美，它那个汤好喝，给小孩弄点汤喝哈。来，生抽，上油。不晓得咋想，我先尝尝尝。嗯。好热好热。哎妈，要咸，给我尝。哟。先给你吃过，你尝尝。妈，不要那虾皮。来来来，再尝，你尝。非常好吃。嗯。哎，不一样。这是我的对比，我看着。大乌龟四条腿，大螃蟹几条腿嘞？你说呢？五条腿。五条腿的螃蟹啊，钓完了。哎，这么贵？咦，哟，我自己扒完了一个，那人这里有碗。行了，你先把你碗吃掉再扒。哎呀，大刚扒完虾，有点没吐。赶紧吃。你啥新鲜就这么酸了？啥？我一个没吃。你尝一个。哎，我尝，我尝还真好吃。你吃完再倒点呢。我倒萝卜。尝不同了。这虾汤好喝。这萝卜它挺新鲜。哎呦，真鲜！得尝我这个。那是辣吗？不懂得吃辣。今天不让你吃鱼子哈。吃鱼鱼不行。今天我刚给大家话说，不要给吃鱼子。这吃鱼子不是肉哟。你钓鱼。不，这里边还有肉，你就扔了。给你吃了吧。找一个也吃。你吃了。这个大的好吃，你知道大的是什么的吧？说这个大的是那个花鲢的。这钓的不都一样？我的。哎呦我操，这个肥哟！哇，我吃到眼睛了。哎呀，妈，你胳膊抻那个，把它那个范围扩小着啊。我说，那是真能吃，这一盘虾。小孩就能吃，不是说奶就能吃。我给小孩扒虾子了，你嘛。哦，你没老吃是？别个你别坐那地方，说话跟扒虾一样。为了表示一下，我得吃一个。这个虾应该是一个死的，买的时候得注意。他早早就死了。你看那鼻子憋着嘞，又该淌鼻子了。你翻炒虾？还能有我复发吗？这段时间，小孩子感冒，这反复的太正常了。真正常啊，流感。
目前的所有的伙计们、朋友们啊，喝酒啊，啊。嗯。这个现在吧是冬天啊，这个季节啊，就是容易感冒，就是病毒啊一流行就一茬茬的哈、啊。烧伤人多的地方不好动的，不好感冒。祝你们身体健健康康的啊！祝孩子们身体健健康康的啊！你爸那样说话的，你爸说话是不是吐字不清楚？你健健康康，你爸就健健康康啊！你怎么能这样了？要不你说？嗯，你说你不说？你说那啥笑话？你不能我说你的。那天我得把嘴给治治啊，拿个钳子，把上边的给往下给它蹬，我嘴就流汁了。哎，舌头，把舌头给蹬出来就行了。天说话跟嘴瓢一样。吃一次，为了人。我也不敢多吃，也怕是不吃壮。弄个，弄回来。我吃了个零散的就行。我操！俺这次视频就到这了，俺这都出家去了，眼都睁不开了，咱睡觉了吧。来，看着前面，我们跟拜拜好不好？喜欢的哈，喜欢我们家的哈。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俺这期视频就到这了吧哈，拜了个拜。